今天大家来得挺早啊，来奖励一下，请你们吃糖，一人一颗。这棉花糖味道真不错啊。就这颗吧。这是什么糖啊，长成这样。可是我亲手做的呢，很好吃的哟，来来。好吧，就吃粒粉色的吧。随意随意。我不吃糖的，谢谢。这棉花一般柔软而富有弹性的口感，不吃会后悔哦。侯爷，你怎么把妈妈也带来了？老妈。卡门老师，这棉花糖味道真好，就是吃了有点晕呢。呵呵呵，看样子料加的有点多了。太阳晒屁股了，今天我想玩个游戏，也许你想知道这是哪里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你不熟悉的空间模拟胶囊舱，你要想办法在这个空间里找到线索，成功逃脱，与其他三人汇合，就算过关。游戏过程中你可以利用手环通讯一次，注意只能一次，通讯时间为30秒，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四人汇合就算失败。那么游戏开始了。我的天，这一看就是朱志摩的房间吗？这个沙发怎么能这么舒服啊，高度和柔软度都非常非常科学。游戏已经开始了，要迅速找到出去的办法，这次绝对不能拖后腿。这么多超级英雄的海报，难道这里是地球英雄基地？太太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地球英雄基地，你呢？我被关在一个外星空间了，所以向你求助。外星？你确定是在外星？快说说周围是什么样子。我现在坐在一个沙发上，前面有一个超级大的梳妆台，超级大，还有一个冰箱，一张
张床。梳妆台、沙发、冰箱，这是什么外星？听上去像地球啊！那肯定不是地球，我们可能扔到外星去了。莎莎，不要着急，冷静，我搜索一下。喂，喂，喂，莎莎！沙发、梳妆台、冰箱、床。沙发、梳妆台，不就是密室逃脱吗？还搞得神秘兮兮的。吴的这么一只眼，一直盯着我，真是太幼稚了。时间到了还出不来，就会完蛋的意思呗。请做清洗，这难不倒吴刚烈侠。不断听，线索一定就在这些衣服里。哥娘，累死我了，洗衣机居然是坏的。显现吧，线索。钢烈侠在此，线索速速现清。累死我了，线索到底在哪儿啊？哎呦，小 Q， 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对吗？小 Q， 我们打开电视，应该会有线索。说好的线索呢？弄得我一身臭汗，先洗个澡再说。吴的发型真是太帅了，完美的中分，彰显着品味。这些是28357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密码。请做清洗，原来是这个目的啊。其实我一开始就已经看穿了。什么破游戏啊？不是吧，又来这个？正义之眼绝不会被黑暗蒙蔽。什么玩意儿，净整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哦，这次不是大脑一片空白了，是眼前一片黑暗呐。哎呦，今天被坑死了。等等，不会被黑暗蒙蔽。啊，有了。正义无敌，刚烈无限。要赢了，要赢了。怎么是你？
别提了，你在干嘛呢？你不会是一直在打游戏吧？不是，经过我科学的推测，这个游戏很可疑，也许打通关就能找到打开门的线索。臭猴子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还好意思说，这么大的字都看不见啊？什么字啊？游戏提示啊，仰望星空，找到回家的路。我又不是地球人，怎么会去注意地球文字？在我看来，这就是花纹，是装饰。现在大白天的，上哪儿去仰望星空啊？那里。发现什么了吗？这颗星位置不对。你找到线索了？不是，你看，这颗星星和月亮的距离画的不对。仰望星空。Bingo！ 仰望星空，指的就是这个望远镜啊！真的？绝对没错，找到回家的路。我找到线索了。不会吧？谈谈，房门边上有个密码锁，我来报数字，你去输入密码。好。哪有密码锁啊？外星人真是靠不住。怎么会没有？不就在这？居然没有密码锁。卡门实在是太狡猾了。红叶。快来看啊，是数字。唐唐，你真是太棒了。那当然了，我可是要成为星际探险家的男人。望远镜里的数字一定对应着这些台阶上的数字。唐唐，我来报数字，你和小 Q 来踩台阶。好嘞。一一五五六六五四四三三二二一耶！红叶，莎莎，塔塔，这里也没人啊。潜入，我和塔塔是被关在这里的。我刚才是被关在你家。那莎莎呢？莎莎在哪里？她不在这里。你一路过来没有看见她吗？那个莎莎刚才联系过我。什么？她说她在一个有床和梳妆台的地方。床和梳妆台？我爸妈卧室。我知道怎么走。莎莎，我们三个人已经汇合了，现在去找你。快描述一下你周围的环境。这里没有电，有一个沙发，一口锅，
一张床，梳妆台，哦，还有冰箱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我待的地方不是地球啊，肯定是在外星。小猴子，你快想办法啊！可恶，竟然把莎莎关到外星去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他之前跟我联系时就说自己在外星。不可能，卡门一开始就说了，我们都在空间模拟胶囊舱里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在哪儿？我们家里的外星环境，不就只有你的飞船吗？啊，我的飞船里有梳妆台？你确定莎莎在里面吗？按照我的推断，她应该就在里面。但我们怎么确定呢？还有两次手环通讯机会，朱志摩，你联系一下莎莎。好嘞，莎莎，能听见吗？朱志摩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莎莎，你看看你那里有没有什么变化？哎，来电了！太好了，你真的在我的飞船里？嗯，什么？我在塔塔的飞船里。梳妆台上出现了一句话。哦，快告诉我，那句话是什么？地球礼物，外星脑袋，齐心协力，开启未来。怎么没有反应啊？塔塔，别白费力气了，不会那么容易让你放出莎莎的。那我们再和莎莎联系一下。等等，最后一次机会很宝贵，我们先冷静想想，也让莎莎自己考虑一下。地球礼物，外星脑袋，齐心协力，是臭味相投啊！地球礼物，侯爷，你想干嘛？外星脑袋！你们别乱来！这房间里除了你这颗外星脑袋，还有其他的吗？但是，怎么用它来开启飞船呢？难道……等等，外星人闹钟！哎，快点反应啊！按照谜语，我觉得莎莎那里应该也有线索，我这就联系莎莎。莎莎，飞船里有地球上的东西吗？有一罐粗盐薯片，可以转动，但是没有用。我猜你们那里应该有一个和外星有关的线索。没错，我是一二三，转动时间罐子，我按下外星人闹钟。走，来吧。莎莎，莎莎，小猴子，看看，快看看，就是我。我太激动了，这是在吴刚烈侠领导下的又一次伟大胜利。我宣布本次训练全员通过，表现得不错哟，居然都跑出来了。我就说唐尼设计的模拟空间太简单了吗？为什么只用红叶和朱志摩的家？我家呢？你家实在太大了，胶囊训练舱根本放不下呀。啊！还要提醒一句，今后的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礼物。开头的糖果测试，你们当中只有红叶勉强过关。小胖子，你尤其要注意。我宣布，本次训练全员通过！耶！成功了，涛涛，你真是太牛了 ！BEA 外星人员资料库，姓名卡门，擅长医药，
易容、化学，已获得星际药师执照。卡门，俺淘淘必须要找到你。